今天是陪姐姐过来的。还在上学吗？大四，第一次过来接触这种线下的相亲活动。你觉得会考虑这种相亲的方式吗？目前来说不会再考虑这种方式。首先谈的都是一些挺虚的东西，都挺假的，我感觉就像在演戏，大家都藏着捏着，也不好意思说点啥，就说的挺官方。颜值还好，比如说我喜欢的款我可能才会愿意，其他的人的话我觉得真的就是有点挺尴尬的，也不好意思走。我觉得我还是不想选择这种相亲的路线，还是更倾向着学校的，因为比较单纯一点，太社会的方式我觉得我不太喜欢。林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